喂，走起，朋友们，咱俩给我喂，刚弄地，怎么好了？嗯，香不香？就这边上头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能把人给香迷糊。哎呦倍儿好吃。有没有一股牛肉味儿？牛肉味儿。哎呀，哎呀妈，这给我留点东西都是。怎么那个当下酒菜的，怎么开始啃起来了？来一口，我就算了吧。超好吃。是你在喝水是不是你这。今晚喝牛肉汤啊，媳妇儿。哎，对，剩的那个骨头今天晚上做个汤喝，老营养了。咱还不知道这牛骨头真的假的，反正就是挺香。嗯，有淀粉味吗？没有淀粉味。那是真的。你确定不吃？我不吃了，我一会儿我啃骨头。吃牛骨髓补什么呀？补心眼。太多，我焯完水，洗干净，200度15分钟。我先告诉你们，我是冷白皮，我皮肤特别的白。我不是在炫耀我的皮肤白，当然你可以认为我在炫耀，对吧？这个是我的天然就很白，天生的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。我为什么吃烤的牛骨髓，不喜欢吃炖的呢？因为炖要2个小时的时间，它才会熟透，才会入味，然后很浪费煤气。
毕竟嘛，我是一个单亲妈妈，我要过日子，所以呢，我就会以节省为主。有些宝贝呢，看到明显看到一边滴油，一边吃，他们还说我吃的是假的。我就是我回收骨头，这一个视频大概是30块钱的成本，我没必要回收，宝贝。而且烤的牛骨髓比炖的好吃，这是事实啊。烤的不腥。然后就是真正的就是那种家庭妇女型的宝贝嘛，都能应该都能理解到了。为什么选择烤不选择炖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完了，这个好多骨刺。谢谢我的宝贝。就是这个骨刺特别多，不好弄。嗯，真不好弄。吃不了了，这个里面牛骨髓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，你隔段时间不吃，你真的会想它，想的要命，就是特别看到别人吃你就特别想吃。这是块红髓，骨髓分三种颜色，红的、黄的跟白的。红髓呢，它就是一个造血干细胞，白的跟黄的都是脂肪。红髓它烤熟了之后就是这种颜色。学医的宝贝都知道我没有造谣，这是真的啊。然后不太推荐你们吃这个东西，不利健康。这个好大，这个一吃完真的好上头。以前能卖的时候也是不太推荐你们吃，现在是不能卖了，还是一样的不太推荐你们吃，就偶尔解馋可以。对，这是个白髓。真上头，这个块大，看着快，我去，你坨，我去，太大了这块。
上头了，太大了这块。Thank you.